公公和你的爸还在吃那个。对了，把锤子。哎。哎，你的爸在吃。我那不能学，他在过来，他把那个锤子，锤子都不交给别人。烧了干嘛？那你吃了点吗？真棒！拿着谁办？自己呗，自己抓呗。妈妈说吃完了没有？哦，这尾巴还没吃完，吃完还把它弄掉，放在那里。妈妈，你没看什么？你吃吃好呗，你看什么文文？吃好。拜拜。好用掉，我那天我用的嘞，用的洗面膜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叫你做这个的给他。我包的要洗的，他给我洗的。我的包。大概是晚上不能做月子，那个。不能，那就再做再做吧。你来问。吃完，吃完，吃完了，嘴巴，嘴巴吃完，嘴巴吃完，那那好彩，好彩，可以。三个人的中等药价，三个人的中等药价。你我在对面的大吃了，差不多不叫我吃。你自己不需要，你好了好了，你也太久了。喝完，喝完，喝完，来，干吧。你都没吃了呗？买回去了，给他吃一点，我吃的快了。我就比试完，就么子也完，就那样我没完就不行了。那我得搞把这汤给忙了。